ओम शांति। अमृत पिला, बाप समान बन बाप से मिलना। समानता में जब मिलते हैं तो समीपता तो है ही। समीपता और समानता अगर दोनों ही हैं तो बाबा के बाबा आज मैं बाबा से फरिश्ते रूप में अव्यक्ति रूप में मिलन मनाती हूँ। सूक्ष्म बतन में मैं भी फरिश्ता रन कर फरिश्ता ब्रह्मा बाप से मिलती हूँ। फरिश्ते का लाइट होता है और ये लाइट आत्मा की लाइट की किरणों के द्वारा अपनी ही दृष्टि से इस देह को लाइट के शरीर में परिवर्तन करती हूँ। चेहरा एकदम लाइट और उसमें फीचर्स देवताएं लाइट के शरीर में देवताई फीचर्स से मैं अपनी फरिश्ते रूपी शरीर तैयार करती हूँ। पांच तत्वों से पार अपने वतन में मैं फरिश्ते रूप में बाबा से मिलन मनाती हूँ। मेरा पिता ब्रह्मा बाबा फरिश्ता है। हम सब बच्चे भी बाप समान फरिश्ते हैं। अपनी दृष्टि से औरों को भी देह से न्यारे लाइट स्वरूप बनाना है। फरिश्ते रूप से सबको उपराम ले जाकर लाइट स्वरूप का अनुभव हो। और अंदर में भी हर प्रकार से लाइट, कोई बोझ नहीं, प्रकृति की कोई खींच नहीं, मैं एक अशरीरी आत्मा फरिश्ते रूप में हूं। ऐसा मनन चिंतन करते हुए अपनी फरिश्ता स्थिति में स्थिरत रहने का अभ्यास करना है। ओम शांति। हसरत है हमारी बाबा पर दो वो पूरी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हम बच्चों से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हम बच्चों से आके सहयोगी बन रहे हैं लेकिन उनमें से हम थम गए 能够合作的，但是除了这些，现在要使得特殊的那些灵魂们，用他们自己的合作向前进，让那些灵魂成为工具，播种，使得灵魂成为种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和重要和非常重要的灵魂在外国那边土地上有联系是非常容易的，现在这已经不困难了，是吧？这困难还是容易呢？困难还是容易呢？当你们下一次从纽约来的时候。 巴布达达想看到你们带来这样一束特殊的纽约礼物的这样的一大束花。你们还有一年，这是不短的时间。那些从这片土地和海外那片土地来的，他们将会能够这么做。 你们当然会这么做，你们说这事儿已经完成了，你们简单的已经成为了工具，双重的外国人，你们说说，你们都是外国人是吗？你们都能够鼓掌。阿奇。 我们都将会看到谁在准备着，首先是从那片土地，然后是从那片土地而来的。我们将会也看到这一束花束有多么大，你们已经准备了，是吗 ？OK 吗？他们正在各个地方聆听着爸爸的指示，那些从这片土地和国外那片土地而来的。 都正在聆听着爸爸的话，现在他们正在成为有这种热情的，他们正在做计划，在他们的心思当中，我们将会能够这么做，阿强。这是一个世界的服务。 प्राणों को सींचे रसीली तान की ये डोर आपकी और ही खींचे आपकी और ही खींचे रूहानी स्नेह का जादू आपकी मीठी बातों में रूहानी स्नेह का जादू आपकी मीठी बातों में ओम शांति Stay in avyakt silence. Om Shanti. 待在光体的寂静当中，体验的双重的天使的境界，双重的光明和天使的境界。如果你热爱 Brahma 父亲，并成为一个天使，你喜欢 Brahma 爸爸，让你自己的光的天使的形态。
恒定地呈现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我必须要成为的这样。然后让你的未来的形态也能够清晰可见，让你从现在的形象和未来的那个形象呈现出来。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体验，然后你会去理解到你正在接近完美。Om Shanti。Om Shanti。Om Shanti. Is everyone okay? Om Shanti, 大家都好吗？是不是天使都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呢？那个天使也要让他自己处在好的状态。我们都很好，而且我们正在练习，在所有的时候都是 OK 的。爸爸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到了完美的阶段，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现在是完美阶段呢？从今年最开始，爸爸就给我们提供了。爸爸说，把你的负担交给我吧，而且你也可以想，这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无论我们相信还是不相信，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怀疑。是的，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形态，但是它是一个很精微的一个形态。某些事情它和思想相关联着，非常的精微。哦，我想去马德邦，所以这是一种思想。是的，爸爸会让我去马德邦的。是不是？所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纯洁的思想，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不能满足的愿望，而是带着很多的爱。哦，是的，爸爸会带我去，爸爸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任何一个微小的那样的一种紧张焦虑，不是考虑说哇这个事情怎么还没发生，它应该是像它所发生的那个样子，舞台剧。每一个事都是好的，每一个事都会带来益处，把这种思想也给你自己。所以用这个方式移走你的一切负担。而障碍呢，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会离开，但是检查一下你的思想，要把这个负担要交出去，交给爸爸，看看你的伴侣。 Daddy Prakash Mani 曾经说，当思想是重构的时候，他会脱离任何一个愿望，爸爸会满足这个愿望。很有意思的是，我想要些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有的时候我希望的东西不一定发生，但是舞台剧会提供一个更好的。爸爸和舞台剧比你想的东西还要好，他会给你那样的东西。
每一步都会是个惊喜。So when burden is not there, it's easy for light to sparkle more. 很容易的，那么去做了，你会更加的闪烁，因为负担会成为乌云。是的，有些障碍，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乌云。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到哪儿，本来你是挺高兴的，但突然乌云来了，一下子变得暗下来。但是你知道，乌云的后边一定是太阳。现在呢，这种乌云呢，一旦乌云过去，太阳阳光就会出现。所以有些短暂的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永远在记着，形势状况就像乌云，但是就像这一世，它是很短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乌云过去，是那样明亮的阳光。我们在一个大学去分享，你们。确实你们就是一点光，现在你们是双重的，有着这样的既光芒又轻松。现在看看你们自己，在这灵意识当中最主要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一个天使，我有一个天使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因为一旦你跟自己联系了，从这个身体和五大元素这儿，你的社会关系周边等等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你本身是个天使。你在和别人联系的时候，你不是处在这种身体意识跟其他联系，而是灵意识状态。哦，都是我的家人们，每一位都是。那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会成为完美的，而且并且和爸爸很亲近呢？爸爸说。接近完美。如果你爱 Brahma 父亲的话，那么你应该成为像 Brahma 爸爸一样的天使，让你的天使的形态恒定的在你面前显现。让你未来的形态也清晰可见，因为天使的形态就是这样，它和人类是不同的，它们很美，很光明轻盈。爸爸说，让你未来的形象也清晰可见，就像我们曾经说尊贵的 Krishna， 在这样的一个美丽未来是可以看到的，在我们走路活动，它非常的神圣。你们必须让你现在的形态离开你，成为天使的神圣的。如果你真的能够明白，你也是接近了这个完美，这多美啊！但我怎么能知道
我是接近了圆满呢？完满和完美的家，就好像我们在镜子当中在看着，突然间你的未来你看到真的，那就是早晨我对自己微笑，我说哦，你看着真好，你看着真的很美，因为这天使般的形态，所以看看这样的形态，自己去创造一下。有的时候早晨你不能做些什么事情，那么你肯定会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做一个事情，但是你是天使，你是走向完美的那一位，而且你和爸爸很接近，和他有个对话。Good evening, Didi. Om Shanti. Om Shanti. Om Shanti. Again, something you had said a few days ago about everyone should have a smiling face.Not that you walk around with a grin on your face. 前些天呢，你说过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笑脸。It's like a warmth that comes from the eyes. 那么，这种微笑呢，是一种温暖从你的眼中闪现。那就是天使。我觉得对于 Brahma Kumari 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是不是呢？没有其他人，哪怕是。在西方 Brahmin 的文化，人们看到了天使，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说你会成为一个天使。所以我在想，那一次在想，或许从历史角度，您可以跟我们讲些事情。但是爸爸让我们很聪明，例如说我们最原始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天使，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自己会成为这个天使。为什么爸爸那么说呢？我们都会成为天使，这是不是说明这很简单的呢？那么简单是不是就是为什么爸爸要说简单呢？天使的一个品质，他说你不看吗？我们就是一身白衣服，很简单。很多年前 Ramesh Bhai 有一次说，在卡拉奇那个时代，或者是海德拉巴那个时代，tunic, it's a top and pants. But even that black and white picture, you see light aroun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it a trick? 他说你看最早之前的话，他们还没有穿一身白的时候，底下是黑裙子，上面是白衬衫的时候，你都能看到他们每一位的头上都会有光芒。他说那你怎么看的呢？他说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纯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眼睛可以看到的光芒，你知道这光是可以看到的。在灵意识的时候，你去用这个身体，在灵意识的时候走路、行走、坐卧，将会展示出来，就好像是像天使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刚看到的时候，那时候人们都没有他的，所有人都是一样，他们开始成为我自己家里的祖父。一旦我看到他，有那么多的，我们可以看他说的是真理，是真的。There are two things they wear. One, you know, it is also in Sindhi culture.
They have a frog, but of their its own kind. Yes, you know, that's what I was seeing. Little top, and then yes. There is like a big frill type skirt. Yeah. So that they wear, and then pajama, you know, pajama and mm-hmm. frock. Right. For their dress. And of course, when they are doing drill, they show black and white, right? Little kids are shown, yeah. And they must be all dadi. So sari they wore when they had to come out for service, then they won't wear that. But otherwise in yagya, no one wore sari. Even mama, you must have noticed that wear yes. that. It's for us, it's like, you know, Britishers also have frog, but it's of different kind. But this is like Sindhis wear a lot. Even otherwise. In TV. 我们常常这么说，在世俗的时候，我们也说，有的时候更便利，所以他们穿这个上下两件的服装，比纱丽可能会更简单点去洗。Has a beautiful attraction, and of course it's like angelic. Maybe we don't use those words of angelic. But it was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这个天使这个名字，但是，内在的美是需要表现出来的，灵意识和爸爸在一起，美丽呢也会显示出来，像天使一样。 You compare the NBK, you will see the difference. Because this smile is not only a smile, it's coming from that. 我们可以看到BK们的笑容，无论是他们在想着爸爸和他们的运气，还是他们爱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BK的这些人，他们的眼光和微笑是跟世俗人是不同的。我想这是独特的，爸爸的每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独特的。 因为他有着双重的光明、灵意识对神的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是很独特的。是的，有的时候人们互相之间还有一点恐惧。 哦，这个人他想干什么，或者怎么样？是的，在爸爸的孩子这儿呢，这些事情是。当他们来到爸爸家的时候，他们以前呢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谁是灵魂。 知道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天使的这些事儿真的是，其实爸爸对这个事儿是很清楚的。爸爸的意向也是说，在最后的时候，其他的宗教会过来，他们创造了很多的问题。 But also the beauty which emerges as soon as you become BK, whether you are in family. 一旦你成为了BK, 这美丽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美丽。我说的是。 他的面容和肤色都会变化，但是他内在的美将会在他的脸上表现，这是非常独特的。每一位孩子都是这样，无论他们在哪儿，无论他们做什么，但是这种内在的喜悦，无论是美丽、运气，都表现得这样清楚。所以那个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天使，是的。 就感觉到你都不知道他是 Brahmin，但是你的感觉是，你开始知道实际上他是 Brahmin。或许他没有带着穿着纱丽，带着正装，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感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另外一个事儿呢，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这样一个事儿，在最初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做记录吗？什么时候您开始不做笔记了？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您怎么做的？ 我们必须就看着他去听Mori，他不喜欢我们做笔记，但是之后呢，我们开始做笔记，记下一些要点。有些人是写东西，爸爸回去说，哪怕一个人，他的注意力会在什么地方，因为。 因为当我记笔记的时候，我就会低头，你就不会看前面，是不是？所以你就是从他那得到drishti和听。那个时候，是爸爸下来，他在谈话。就好像说，我现在仍然记着我们在聆听爸爸，他就在我的面前。是的，我们那时候没有笔记，但是后来呢，反响是。 分享，分享。But I like making notes. I like write down. 我喜欢记下一点笔记。对，it's also very important. 听别人的，是很容易。尽管现在我也不是写很多东西，但是仍然我会写一几句Mori的要点。 free-flowing thoughts when you're journaling, as they call it. Do you write in English or you write in Hindi? It depends, you know. If I'm listening Murli in Hindi, then I write in Hindi. Mm. But if I'm listening or my flow, I think is, my thinking is, I'm very good, I think, in both. Yeah. When I'm in the am, because when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as I was mentioning yesterday, that I think a lot about Srimad these days, and I said Srimad becomes your wisdom, and I still 当然最高指示就如同你的智慧是的，一个是呢，我看着其他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real qualities of a leader。 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品质是什么？有时候不光是个 BK， 有时候我继续的在说着，有些人在写着，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真实的我们想展示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品质，我们去赞赏。Golden Age Administration， 就像是在金时代，因为正如同我们所说。 某一个人想着说：“哦，我是国家负责人，我是一个控制者。”是的，所有这些顶层呢，都是最后的优惠上交的。But lot of good points for emerging. Love is the best energ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how does it work? And so in the morning, like Lord had been, I had been. 在早晨，我们要搅拌的东西很多，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哪来的，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我会用短句把它记下来，然后之后呢，会找到一些很短的一些样板去看这个要点。是的，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去和您搅拌，并且聆听您所说的。从您昨天说的一些事情到今天，很多问题。 哪怕就您说到，您和最高指示一起办事儿，这之后呢，来。capacity, and so then what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virtue,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anted to take up with you, and it'll be we probably don't have time, but is this, you know, because there's an emphasis on the intellect. And so wanting to sort of juxtapose that with, you know, bhavna and buddhi,
And I think some people wouldn't even have a clue where to find their intellect, and where they could be intimidated by the idea, oh, you know, I'm supposed to have a certain kind of an intellect. But I'd like to hear you, and of course, if you're doing a thing on leadership, then you're going to be taking... 领导者的这个位置上 OK 或许我这里有一个更大一点的问题 就是说 作为一个世俗领导者 BK的榜样 无论他是一个职业的 还是什么样教育背景的 最终他都会从他自己原来那个心智转成神圣的心智 有些人呢，他们没有那样的智慧，但是他们有很多爱，他们有很多对爸爸的这种深深的情感，他们那种情感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决心？他们辨别出来，我觉着纯洁和爱是所有的一切人转变的基础。 The way you will think in purity or use your intellect will be like love, you know? And I thought that 纯洁, and it's everything. You know, like when food is cooked. 首先是纯洁, 然后是爱, 例如我们去挖豆包, 人们都喜欢那儿的自动说, 哎呦, 你那个, 那个小饼怎么这么香啊? 那是爱。 因为他爱的时候，他做了这么多努力，三点就起来给每个人做茶，所以就是一个整个山体湾。为什么人们真的是很喜欢他？他的体会是，每一个人在那儿所有的事情所做的全是爱。因为爱呢，就需要你有一颗大心。爱呢，就是有这样的。 慷慨，同情心，同理心，哪怕是他们看到了食物，他们给他，这是一个爱，是一种态度，使得我们说我们记着爸爸，记住爸爸什么？记住他的最伟大的爱。如果我不高兴，而且我脸上连个笑容都没有，那你说我在这想爸爸，那不是爸爸的思念。一旦你跟爸爸。 你想念他，很多的爱都会浮现出来，快乐、轻松，所有这些都从爸爸的爱而来。所以我一直在想着说，哪怕我们所有的人。So not everyone met that, but it was through the instruments, right? When 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大地，但是正是通过这些爸爸的工具们，你感受到了这是神的家。 神在教导我们，神和我在一起。神呢，他是一个最高审判官，他同时又是我们的父母。爱带来诸多的品质。爸爸说：“你有爱，你就能忍着爱，就能够有耐心。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无论我们用我们的心智还是我们的潜意识，一切的发生都始于爱。” 我们的爱是那样的不同，我们互相之间爱着，但是我们又没有牵挂。是的，刚才您谈到了食物等等的一些事情。按照您所说的，我也是那么做。有的时候我们谈到纯洁，但纯洁肯定要。 展示在某一个行为当中，纯洁也要有展示。是的，我知道您所说的这个，我心智的能量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心智当中，我们知道说有这种很深的这种。 有的时候不是说人一定要有一个多么广袤的心智
而是你要有那种爱。他说除了这个 Pavana 这种爱，还有一个字儿叫做觉悟的爱。这个字他说您什么意思啊？这个他说这个呢就是说他不再有好坏之分，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人是个智慧之人。所以智慧呢它包含两个事情，智慧是很好的，如果但是如果你只有心智呢则是个不同的。很多人很有智慧，很多人他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智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觉悟，一个是But Buddhi and Vivek, you know. Okay. 但是一种呢是这种觉悟，觉和爱；一种是觉呢和聪明，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很多人呢都用心智，说：“哎呦，我对这方面我特行，那方面我特行。”但是。你如果只是用聪明的话，人说：“哎呦，这个人他挺聪明。”但是实际上是不同的。有人说：“哦，人们通常说的，哎呦，真感谢你，你这么有智慧。”没有人说：“真感谢你，脑子真好使。”那这两个是有区别。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兄弟，我也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人们。展示出了一个叫做 Vivekanand， 就是很聪明的，所以那才是他的名字，就是他们。Not Vivekanand, Buddha's name. Yeah, Buddha's name. Buddha 的名字叫悉达多。他做悉达多的时候离开了家，他做了40年的深究瑜伽。这只年呢回来的时候他就被点燃了，所以他被成为 Buddha。 Buddha 的意思是内在之光。 But Vivekanand also is not original name. 他不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名字。Scholarly or saintly even. 他是一个学者智者，然后他开始到各处去传播知识。当They were asking. 他去见到悉达多的时候，有人就问问题说：“为什么说这个尊贵的 Krishna 去吹笛子，而 Gopi 呢老是追着他后边疯狂的去跟随着他呢？那他什么时候去停止了他的讲演呢？” So whole crowd was following him. 正好你要离开，就像你离开一个房间，你要关房门。他说为什么你老追逐呢，他就像 Gopi 追着 Krishna 一样。然后实际上呢，就当你受到启迪的时候，你受到一种吸引，而这种吸引呢使得你追随，所以内在的启迪。那就是说心智被唤醒，唤醒是被真理所唤醒，心智被唤醒，心智一直都在那，但是它将被唤醒。So then intellect opens and 心智呢开了门，心智呢是有点不同，就好像我不知道最近呢，我们听到一个故事，关于佛陀的旅行，他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走的时候。有些村子人不喜欢他，然后就开始责备他，责难他，说他把很多人转变成他的舍利。所以因为他的深究瑜伽和其他并不易理会，我们回答人们的问题去基于知识，但是不但有很多非常美的故事，他就用他实际生活的例子去告诉人们，所以他是一个，他，那么，不但呢，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很高层次的这种
高维的时候，他被称为觉悟了的人。然后呢，所以他有很多的故事。有一个地方呢，在一个高山上，每个房间呢就成为一些有一些房间，一些的人呢成为完美的人。不对的意思呢，就是受到启迪的。很有意思的是，人们怎么样的去对，启迪，受到启迪和完美，人们怎么样去诠释这个思想？是的，这里呢，他们不存在一个深深的或者黑暗，实际上他们是对真理的认知，受到了启迪。就是你当你遇到某一个事情的时候，阿爸呢就给予了这样的一个体会，在我不理解这个知识之前，对，不是说你所有的时候你都是受到启迪的，而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开始了，开始什么呢？开始了一种认知，非常有趣，这种认知。是的，亲爱的姐妹，非常感谢您，我们的时间到了，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Om Shanti Om Shanti Didi。 Om Shanti， 谢谢弟弟，谢谢 Wally 班。 是的，我们真的想还坐在这儿去听你们讲这些事情，真的非常好，你们之间的这种对话没有意思。明天呢是星期四，我们呢是从3:30一直到4:45。明天呢是 Gopi 姐妹从 Pandav Bhavan 讲保持超越和爱的灵性的修养。明天呢会继续的有深久的瑜伽。下面他讲的是纽约的时间安排跟我们的时间还是不对，所以我们只能参加他晚上的这个活动。明天有 Mohini Didi 的经饭，经饭之后会有爸爸的信息。between 7:15 to 7:30 p.m. If anybody would like to offer book, you can send your name and to this phone number 516-717-9171. Phone, you can text or you can WhatsApp message. Then English series and then Avikti Journey. Welcome to Avikti Journey. Avik Muli is from 1969. Multi-million fold fortune and blessings.Om Shanti. Om Shanti. 这是 Avyak Murli 1972年6月8号。辨别清最终的完美境界，你是不是想着自己是障碍的消除者呢？当任何障碍的一种种类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自己能够体验到面对那个障碍的力量呢？那就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是不是体验到你自己很亲近巴布达达和你自己完美的境界呢？还是说你是不是体验到你自己能够就在相同的一个地方能够站在这里呢？正如同一个旅行者，他永远不会停留在任何地方。同样，你们是不是想着自己
是夜晚的旅行者并继续的前行呢？什么是这个完美境界的最主要的美德，并在你实际的行为当中有所体现呢？或者说，什么是完美境界的特殊的美德？通过这一点，你将能够辨认出来，你是否接近了你完美境界，还是差得很远呢？现在，把自己稳定在这样一个完美的境界当中，待一分钟，待一秒钟，然后跟爸爸说，完美的境界的这个美德，什么是特殊的美德？当一个灵魂创造出完美的境界的时候，那么什么是他实际行为的一种赞美呢？那是一个等同。当这里有这种等同的时候，无论是赞美还是诋毁，胜利还是失败，快乐还是忧伤，它被称作一个等同的境界，或者把它称作完美的境界，没有对立。哪怕是在痛苦的时候，它非但没有这种悲哀的波涛显示在脸上和前额上，而是快乐和喜悦将显示在他的面容上。当听到诋毁的时候，你不应该体验那样的一种受诋毁，但是作为一种把它当成一种赞美的语言，使得你完美的境界更加强壮。这里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同等，等同，这被称作亲近巴布达达的境界。不应该在你的视野或者在你的态度当中有丝毫的不同，而你不能够有某一个人是敌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某个人他侮辱了你，或者另外一位是赞美你的那一位。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态度，是一个愿望良好祝愿的态度，作为一个意义的利益的给予者的眼光，在这两种类型上你是同样的，就是著名的人们说等同。当这里没有这种相同，也就是说平衡，你就不能够体验到来自你爸爸这里给你的祝福的滋味。爸爸是给予祝福的一位，他是喜悦的一位。如果你希望体验到这种法喜，那么至少你要从爸爸这儿得到这种超级的喜悦。然后这里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让这些恒定的成为爱和力量精确的平衡。当有这两个方面精确的平衡的时候，你将会自动的继续的得到这祝福。你是不是知道你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精确的平衡呢？什么是这种要保持这种平衡，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特长呢？要保持一个平衡。
Om Shanti, Om Shanti.